个首先呢、啊，就很谢谢大家这么晚了，然后还特地跑过来，然后帮我们接机，然后谢谢大家。然后包括现场辛苦的媒体大哥啊、摄影大哥，然后还有现场这么多支持我们粉丝，大家都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现在，哎，有没有他特别想要听哪一位团员讲话的、啊？感受怎么样？非常好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好，那我们 BB 是不是 BB？ BB 我要讲什么？喂，你上次要讲什么？我要讲什么？你上次没有，我上次分手多久？我上次讲了我爱大家，然后谢谢香明的。在我们开始打比赛之前，其实我们对自己是非常没有自信的，我们不知道自己可以跟世界的强队竞争到什么地步。那自从打完八强赛的第一场比赛，拿 Jeans World 的比赛之后，我们就有了信心，然后有了接下来可以做足挑战的准备，然后之后也就正如大家所看到，我们过关斩将一路拿到了冠军。有没有觉得对哪一队你们是最辛苦的？最辛苦的一定是 Moscow Fight， 他们是这一次冠军呼声最高的队伍，他们的战术跟选角组合一定是最多变的。然后我们自从赢了他们之后，我们也就更有信心在冠亚军击败韩国队伍。那请问得冠军之后，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？目前还没有特别计划，然后就可能大家会共同商量讨论怎么样用这笔钱款待一下，支持我们的朋友们这样子。那目前有什么计划吗？说现在讨论到现在，讨论到现在哦，我要把大家的小梦想讲出来。除了电视之外，要买什么？史丹利想买一台重机啊。然后 ，BB 想买一台冰箱。大概就先这样。对，他们除了打电玩之外，还有别的事情。别的事情想做的，目前还没有特别计划，可能多跟朋友出去玩一玩，然后聊聊这些日子的辛苦吧，这样子。有安排好下次集训的时间了吗？休假时间是多久？我们可能休假时间不会太长，然后接着十一月中有一个要去新加坡的活动，然后十一月底还要再去拉斯维加斯打 IPL 5。目前课业上面有学业有学校部分的问题的是我跟 BB 还有ABC， 那家人方面就我而言呢，家人是完全不会反对，他们支持我走这条路，然后也给予我很大的鼓励，我要特别谢谢他们两位，就是我父母。然后学校这边也很体恤我们，然后有相关的配套措施，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同时能够兼顾职业选手的生活，也可以兼顾学校的生活，然后就是很谢谢这样子，谢谢你们的帮忙。那这个中间之间有没有一些挣扎，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，就是在你们之前要全心投入的？就我而言来讲，挣扎多半会有一点，因为其实在踏入这一块的时候，是一块还不成熟的环境，然后需要你自己去闯，你是领头羊，你必须要带着大家去闯。那很开心 Garena 公司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待遇跟很好的不管是未来职涯发展也好，或是将来的保障，让我们能够选手能够无后顾之忧的专心训练，然后才会有今天的好成绩。